再一个 pose。好。再一个。怎么会喜欢健身？筛选测练增大肌，练一练就变成兴趣。兴趣是练是好玩。哦。对啊。然后来觉得没有突破，然后之后身体没有成就感，继续往下一个层级迈进，比赛的层级。对。所以就是越练会到新的另一个层级这样，然后持续在进步这样。那你自己表现如何？很满意。好、啊，很满意，就是细节需要调整，就是之后我比赛要练习的地方。你说很满意，就是会拿到冠军吗？就是循序渐进，会就是朝着冠军的目标。那你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胸肌。对。所以你的胸是你的制胜关键是吗？对，胸是我的强项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可以展现一下你的胸肌的部分吗？是四号选手站在舞台中间优胜位置，有请裁判官将其他的选手。建议可以摸一下吗？你自己有量几寸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音乐停下。但有比效果来紧。哦，有比之前大就是了。对。